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42位角色真剑造 VS 死机。阿贝多剑魔真是个神奇的东西，林华迪卢克让人难崩。原神 5.0 纳塔前瞻总结，纳塔周本 BOSS 新角色入池顺序，平老老以新体型剑魔入池。各位大佬好呀，趁着 5.0 纳塔新版本即将开放，也是有不少舅舅提前透露了一些有关纳塔方面的消息，一起来简单了解下吧。首先就是本月16号中午的 5.0 前瞻直播将会有原神动画的先导 PD 公布，预计会在10月份正式和大家见面。 DR5.0 版本会有队长和马威卡的 CG， 队长来自世界之外，纳塔初期的队长不是完全体，队长用的是冰之女王的冰原素力，但他实际的力量来源不是提瓦特的，是和深渊有关的。第三，火神之心由黄毛送到之东，男主也会在 5.2 版本才能与火元素共鸣，队长目前的结局就是和火神战斗过后下落不明。第四，纳塔的第一个周本 BOSS 是天空岛的神使希巴拉克，和他对决火神队长助力旅行者依旧是摄像头。第五，火神会在 5.3 版本 UP， 5.1 的细女人是通用辅助，能提供护盾比万叶更强，并有着强大的大世界能力，长一是进入暴灵状态，可以在墙壁高速移动，属于是必抽的角色。第六， 5.1 到 5.3 版本都会缩短，为了 5.4 的海灯节版本， 5.4 的离月星角色已经确定了平姥姥，定位打下落的水枪角色，入池形象之前在霹雳中已经出现过了，形象不会大改，并且平姥姥变年轻跟归宗有关，将作为今年的文化输出角色身份出场。第七，纳塔版本的末期会开放蒙德的相关内容，会有旅人章的主线，大概指的是法尔加远征是为了搞深渊，最后会有反主对手戏。第八，纳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火神，因为希巴拉克后火神的全能是不完整的，目前的马威卡只是有着堪比火神的战力，他的全能好像是不完整的。第九，有人提过 5.2 剧情内部高度评价，那个可以当笑话看纯乐子。第十，火神像可能会被调整。第11，少女和希巴拉克会在纳塔后期入池，强度有保障。光龙移动的问题可就太大了，手脚细的同时腹部肌肉贴图那么大一块，真的巨别扭，属于是纯纯的原画欺诈了。原画是超级肌肉猛男，剑魔是指跟着 Keep 锻炼过几次腹肌的健身小白，还要把不明显的腹肌露出。对于阿贝多，我们可能真误会剑魔师了，仔细看看你会发现阿贝多的头发还真的压根一笔没动过，也是挺神奇的。其实头发变少根本不是因为剑魔少了，是因为 3D 视角下的广角畸变导致越边缘越窄，正剑照其实就是剑魔正式图去除广角畸变后的样子，而且可能因为官方画师也觉得力会把头发画多一点会好看些吧。但剑魔里阿贝多那种发量虽然少了点，但至少不会太怪，力会照着那个发量画绝对会比剑魔还丑，每次一看到迪卢克的剑魔就绷不住了，尤其是那个眼镜，我个人感觉最需要改的力会。我第一提名迪卢克老爷，第二是阿贝多，然后工资也有点呆呆的这三个角色我都抽了，用的时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迪卢克老爷脸和头发双拉胯，例会是超丰富的发量加有点幼像猫一样的可爱的脸，剑魔成男通用抹脸的比例是不好改，但是五官真的看着好敷衍，简约的五官还有点呆滞，整体没有例会的气质和感觉，可以说毫不相干。只看头很像四星角色，我真的很喜欢老爷，而且以普遍理性而论，角色的证件照表情和剑魔默认表情应该是一致的，只有达达鸭证件照笑得很开心，但剑魔跨着个小脸，优拉剑魔是我目前依旧觉得最惊艳的，脸就很漂亮，特别是眼睛，发量略少于例会，但很和谐，比例很舒服，客勤也是，剑魔的脸会比例会插画还漂亮，灵华的梳子铁板刘海真的是看一次想吐槽一次，属实难崩。对比一下证件照的头身比例是正常的，剑魔就有点头大身子小，所以头发不敢再蓬了，再蓬整个头比肩膀还宽，应该是最初模板有点问题。不过到期开始剑魔都有点微调，像灵人将军星海剑魔看起来就比较还原，我当时就是被雷电将军立会的眼神给吸引了的，内置绝对领域的紫色裤袜云锦和芭芭拉都贼好看，
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吗？烟飞正见，我总觉得好色，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什么看多了，眼睛要是再加上爱心就更色了。其实我第一眼就看成了爱心。总的来说，原生角色建模和立绘对比很不错了，甚至可以拍照当头像。你去看看隔壁网易第五人格， PV 是一个人，立绘是一个人，建模又是一个人，动画也是一个人。